1991年的4月下旬啊，叫什么？伯恩斯他们这个代表团啊，来到了苏联一个古老的一个城镇，这是一个叫斯基洛沃斯基克的一个温泉镇，已经看得出来啊，这个镇子已经处于衰落的末期了，有点跟他的现在的祖国本身是一样的。而他们的头呢，这回来的是贝克，算是什么呀？外交部长，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任的这个职啊。这个代表团啊，他们是刚刚从大马士革抵达到这里。贝克呢，将在第二天啊一大早跟这个苏联外交部长那个贝斯梅尼赫俩人见面。这个代表团呢，就到傍晚啊，才跌跌撞撞的来到这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官方给他们订好的宾馆，在这儿啊，你已经看不出这个宾馆的过去的辉煌时代了。那是因为过去这个宾馆是专门给这个党内精英来住的。伯恩斯住的那个房间啊，只有一个昏昏暗暗的一个那个吊灯在这个顶子上。完了，等他一冲马桶啊，刚一扒拉，把手直接就掉下来了。另外呢，从这个水龙头里啊流出来的水也有一股特别浓的硫磺味道，跟当地的这个矿泉水啊一个颜色，红色的，你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你都不知道该往肚子里喝不喝。这环境啊确实让人很沮丧，但是这时候伯恩斯啊已经什么都不想想了。因为他已经24个小时没有睡觉了，特别想啊，在这个那个生了锈啊、带着声音的那个弹簧床上好好的倒下来睡一觉。但是呢，在这之前呢，他必须给这个贝克啊递交一份简报，也就是第二天啊要谈的一些内容的简要和要点。于是呢，他就走进了这个头儿的这个套房。套房确实比他的房间要更大一些，光线呢也更好一些。在这个门外啊，站着这个国务院安全人员把着门儿。于是呢，这安全人员敲了敲门，被允许让他进去了。贝克这时候正坐在那个套房里一个办公桌前，正在阅读新闻简报，还穿着他那件清爽的那个白衬衫。上面领那个绿色的领带还没解下来，不过啊，脸色确实疲惫的不行。他冲他笑了笑，示意伯恩斯坐了下来。伯恩斯啊，即便这时候很年轻啊，已经很佩服这个家伙的耐力和准备工作的那种专注了。应该说啊，这个贝克在这个外交部那就是传奇式的人物，因为谁都知道啊，简直是那个能量十足。可是，在这就即便这样的一个人啊，现在已经看得出来是精疲力尽了。一天前啊，他刚刚花了9个小时跟那个当时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俩人拼体力搞外交搏斗。这阿萨德啊，坐在那扶手椅上，真的是一动不动，非常享受跟这个贝克打耐力赛。从这个叙利亚的历史啊，到这个地区阿拉伯地区的各种阴谋啊，一直在那呱啦呱啦的，俩人谁都不停，都在讲自己的立场。然后呢，就是不停的喝茶水。应该说啊，再顽强的膀胱谁都受不了了。贝克啊，居然没有被吓倒，也没被打败，但是呢，能看得出来，这一次的谈判真的让他是筋疲力尽。他瞥了一眼啊，那个伯恩斯带进来的这个文件，这个呢，主要就是讲他第二天要跟这个苏联的外交部长俩人聊，要聊什么，主要呢是关于90年秋天德国和平统一一些事情。另外呢，就是你现在苏联这种未来啊，不确定性太大了，这里边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之间啊，明显的这种争斗，不知道美国也想了解一下真相。再一个呢，能看得出来，戈尔巴乔夫啊，这时候已经被孤立起来了，而很多的这个加盟共和国啊，都在纷纷的想独立。这让苏联也是处于那个
让人非常困扰的困境。另外呢，就是经济，那经济简直就是属于自由落体状态。在这次历史性的谈判啊，还要讨论一些就是关于把这个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啊锁定这个数量啊，另外在核武器削减上啊都要确定下来。而在中东呢，贝克啊这次来也是希望呢，就是借用着我们把伊拉克萨达姆给打败了，希望呢正好借着机会啊，趁着东风，在这阿拉伯这儿要开一个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和平会议，而这个会议呢，是希望苏联来参加，并且呢支持他的立场。贝克这时候啊，从这个备忘录上啊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套房里破破烂烂的家具啊，就问：“你想得到这样的情景吗？”伯恩斯说：“我真没想到，我告诉你，我现在那马桶连把手都没了。”贝克啊，这时候忍不住笑：“嗨。”我不是指这个，我是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你见过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的东西变化的这么快吗？哎呀，弄得伯恩斯啊，觉得自己还挺尴尬的，赶紧说，我还真没注意到，你指什么呀？哎，反正啊，这个现在的历史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敢打赌。只要你还留在外交部，你就会看到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贝克说的啊，确实没错。后来伯恩斯啊遇到的各种人和各种的复杂的挑战啊，他真是见识到了无数的历史时刻。冷战结束啊，苏联解体呀、啊，伊拉克打败了呀，这个还有什么来着？这个国际秩序啊，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各种的变化都让他见证到了。布什啊，这不是刚当上总统嘛？其实他这个人呐，非常快的就适应了新环境。大概也是因为啊，人家当副总统都当过8年呢，而且还做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本人外交经验也很丰富，而且还担任过那个什么联合国的大使啦、中国大使，人家都干过。这个贝克啊，其实是这个布什的最亲密的好朋友了。贝克啊，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滑头哎的一个政治家。贝克呢，是在他那个时候啊，在以前当过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另外呢，也当过财政部的部长。你像后来呀、啊，那个叫什么斯考克罗夫特，这是以后啊未来的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或者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树立了一个啊，在当时来说，就是他们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管理方式，就是很公平又高效。另外呢，就是很注重这个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操守。另外，他们这个部门里啊，还一个叫切尼的。这个切尼呢，就这个人啊，他是五角大楼里边一个强有力的一个领导人，应该说啊，特别精通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啦。另外啊，对这个华盛顿里边这个政治圈啊，怎么操作呀，怎么的暗箱的这种各种艺术性的这种手段啊，特别的懂。那鲍威尔啊，那时候也是他们这个部门的。这个呢，他当时已经是参谋长了，算是叫什么参谋联合席的会议的主席。他啊，那简历漂亮，军事才能有，部队的生涯那光辉灿烂。另外呢，他在里根的那时候就是做国家安全顾问的。你想这个地缘政治啊，这时候的整个构造啊，板块已经开始戏剧性的变化，所有事情啊，全球化呀，和这个美国现在这边一边独大啊，很多东西啊，让在政治上和这个政治敏锐上啊，都需要这些人他们来帮助美国去认识到。当然，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啊，会犯错误的，也有着自己的盲点的一个团队。
他说的少了，我告诉你，就这团队出无数错，当然后边那个布什才出的错更多呢。也有过啊，在这个伯恩斯觉得就是好多的那个错误的判断和分歧，但作为一个团队啊，在伯恩斯看来是一个最稳定的、最健全的一个团队。也就是最初啊，由这个团队把美国和全球的这个秩序、国际秩序给稳定下来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这话我是同意的啊。这些人呢，都意识到了现在美国确实已经到了一个主导地位了，但是啊，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必然会造成美国的某些傲慢和过度的扩张。但是啊，他们总觉得呢，通过美国的这个领导力啊，再加上这个自己能够，美国有自己的那个自愈能力，或者说反思能力吧，总之他们觉得还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的，掌管国际潮流。伯恩斯进到这个圈子里啊，完全要归功于他那个老上司丹尼斯·罗斯。这丹尼斯其实现在也就是贝克的一个助手，他等于是助手的助手，在竞选中啊，他就一直跟着这个贝克尔，跟着布什的，等于布什做了那个总统以后呢，那就把贝克招过来，那贝克呢再组一个团队，我们都知道啊，总统都是这么组队的。那丹尼斯呢，当时呢是这个就负责苏联和中东问题。有一天呢，就是他们俩因为是好朋友嘛，以前就给那个哪儿就当助手啊，俩人就一块儿老合作。结果呢，俩人就在那个国务院那个台阶儿上，俩人坐那儿中午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聊天儿。突然，这丹尼斯说："你愿不愿到我这儿来当个助手？"这绝对对伯恩斯来说啊，那职业生涯直接就跳了一大级呀，那就是一个飞跃。在他们后来待的这个七层啊，这七层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决定国策的一个层了。这个一连串啊，这长廊里边的办公室里有副国务卿伊格伯格，永远的啊，感觉那衣服老是没熨好似的。说话直截了当，绝对是一个外交老手。另外呢，就是贝克啊，就是依靠这个人来管理整个他们这个部门，或者说国务院的这个整个的挨着总统的这个主要的办公部门。再一个呢，就是要确保啊，他跟那个斯考克罗夫特俩人呢能够共同协调啊，共同合作。这个老斯啊，也是这个副国务卿的俩人就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再一个啊，就是外交绝对的老手了，一直在基辛格的底下工作呢。还有一个啊，就是叫佐利克的，这是那副国务卿啊，你看那衣服啊，永远就跟没洗似的，没熨似的。这佐利克呢是属于经济顾问，后来呢就当这个经济副部长了。虽然这时候啊他年纪不大，才30多岁，但是才华横溢，等于就是他先给他那个老的那个布什，对吧？是吧？对，反正嘛就是才华横溢，而且富有创造力。所有这些啊都是贝克所需要的人才，那就还有好多什么办公室主任啊，那个玛格丽特，就这哪去了？那妞忘了搁了啊，那个玛格丽特，办公室主任也很重要。那你想了，各种沟通全得要他，而且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长处，就是永远感觉特别和蔼可亲。但是呢，你别看他面上跟你笑啊。性格是坚韧如铁，而且啊，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直觉太牛逼了，就是对人的判断上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叫金米特的，
哟，这金米特我怎么也没歌呀？这个人呢，也是跟贝克是多年的好朋友了，等于在里根那时候啊就在一块儿，军校毕业的，完了又打过越战，应该说他的执行力和这个组织能力那就是特强。再一个呢，就是驻守丹尼斯和这个伯恩斯了。贝克是知道啊如何的跟人打交道，再一个呢，怎么在这个官僚机构里啊，你得周旋。都是人，只要有人就有矛盾，只要有人就有派系。他呢，这个人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国际形势的感觉非常的直观，而且非常的务实。应该说啊，是一个特别能解决问题的一个政治家。他生性啊，还有点谨慎，总会啊，比如什么事情，先把后边的这个第二步、第三步啊，就跟下围棋似的，都想的。特别多了，风险全都给你捋一遍。再一个啊，他呀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很开放。哎，凡是跟他不同的意见，他也能够接受，或者说呢，他在他的这个部门，他需要这样的东西。他还是伯恩斯啊见过的最好的谈判家，总是在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啊。特别会用自己的那个影响力，他也知道啊，自己在这个部门或者说在美国这个国家给世界的这个影响力里边，他都会运用，所以总能啊在谈判桌的那个另一方啊给人家施加压力，或者说呢给人留有空间，总能把握到啊，哎，觉着啊谈不下去了，或者说什么时候该转弯。什么时候我要结束这个谈判？这个是绝对是天赋。他呀还能够恰到好处的啊，利用每一个人的长处，比如说这个人的想法，这个人的战略，这个人是执行力，完了这个人是沟通型，完了那个反正吧，就是他，这个人帮我避雷，各种的政治踩雷，别让我碰上。但是他的这种小圈圈的这个，因为都是一看啊，全都是自己的那个亲信好朋友嘛，这个呢就在国务院也确实一开始引起了很大的抱怨。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这小圈圈你根本就完成不了那么庞大的工作，加上啊，他本人也对职业操守和技能是非常注重，也非常鼓励的。所以呢，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到他们这个部门。这下呢，你想啊，凡是被吸引过来的这些人，都是被重用啊。那你想，个个都卯着劲儿的往前冲。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啊，他们这个部门很快就成了这个美国的外交中心了，因为他们决定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政策。伯恩斯啊，其实一直就对这个战略战策啊，这个叫什么规划这个部门特别感兴趣。这个部门其实就是由马歇尔在1947年的时候建立的，当时就是为了那个肯南建立的，那个第一个主任就是他，大名鼎鼎了吧？就是写那个叫什么来着，分析苏联的那个电报那个。这个传奇人物啊，就是冷战后来的那些战略战策就设计师，就是从他开始的嘛。马歇尔啊，那时候就给肯南还有他给他招了5个人啊，就成立的这个部门。当时呢，就跟他说了，就是你们负责把这个美国长期的这个外交政策和这个战略政策给制定出来，而且是长期的，不是说我这一届完事儿，下一个总统再来就变卦了。马歇尔后来49年不是就离开国务院了吗？这肯南呢就发现啊，自己的那些东西啊，这下一任啊根本就那时候谁来着？艾奇逊对吧？艾奇逊总统对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就等于臊了他了，一下就觉得啊自己的影响力逐渐也减弱了，于是呢就乖乖的啊，我也识趣儿，很快就离开了这部门，人上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去了。肯南之后呢，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啊，就
不行了嘛，就很大的变化啊。后来的主任全干嘛了？就是天天想着怎么能够吸引住国务卿对他们这个部门的注意力，总是在啊这个长期战略和这个现实遇到的挑战之间找这种平衡。到什么时候啊，都一直在这儿啊，因为你长期战略一定跟你现在遇到的这个现实挑战问题啊，肯定会有冲突，或者说呢，这总统我才不管你什么长期战略呢，你先让我把我眼前的这事儿怎么解决？就在这个方面呢，这个部门啊就找平衡，找平衡，既要考虑到长期战略，又要解决现在的问题，而这一切啊做得最漂亮的。也就是说，把这个部门最后被人注意到了，就是基辛格。也就是说，基辛格把这部门的作用又重新提起来。贝克啊，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安全委员会这时候啊，正好呢就赶上了这个世界剧烈的变化，所以啊，这个小小的部门突然一下开始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好多人终于开始注意到他了，而且发现啊，这个部门权力之大，影响之深，居然让人感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那种感觉。到他现在来到这个部门啊，这个部门已经增加到了31个人了，有国务院的，五角大楼的，另外中央情报局的，全都有。再一个呢，就来自好多就是政府以外的那些专家顾问们。那作为丹尼斯的副手啊，伯恩斯呢就是负责协调啊这些人的这个后勤呐，还有各种帮助啊，尤其是跟着这个贝克啊到处全世界旅游。另外呢，这部门里啊，那就是最让他们觉得自豪的，就是明星般的专家学者，比如就这个人儿。叫约翰·伊肯伯里，还有呢，就是那个更好多咱们中国人最知道的福山。这是一帮啊天赋异禀的、具政治使命在肩的一帮人，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团队，尤其在那个令人振奋的那个年代啊，也因为这个吧，就是这个部门这个特权、这个地位啊，让他跟很多的这个官僚机构、其他的那些部门就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所以伯恩斯后来啊，就花了太多的精力，天天就是怎么能够把他这个团队啊，让人家感觉能够跟别的部门能够好好的能够合作在一起，天天就跟这个里边互相掣肘啊。就精力就花在这儿了。不过啊，你想啊，连当时啊还任这个《纽约时报》的国务院驻国务院的那个白宫记者，那个叫弗里德曼的，89年有一天就写到了，说这个部门啊，确实他们是一帮决策的人，而且他们决策能够影响到美国，主要是他还会影响到全世界。而他呢，觉得这帮人年龄太稚嫩了，而给他们手里握的权力又太大了。好，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